那个时候就是要分手的时候，他就说我根本没有喜欢你，我是同情你啊。他就说骗人，怎么可能？真的，他说我是这么残忍。他就说没有人会想要跟一个这么胖的人在一起，这都是因为同情。我去大阪的时候，对，然后呢，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哎，就是屁股夹紧，然后要这样走，我每天我去大阪每天都在走路，对，然后都不坐那个地铁。一来省钱，然后二来我这样走，可是在日本我还是一样照吃，就回来瘦了4公斤。嗯，哇，人家去出国都嘛变胖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很多人出国了就不要这么扫兴。我就出国哦，不行，我不能吃这个，不过好胖好胖哦。啊，你出国干嘛？还是一样可以吃嘛。你示范一下你怎么走了可以变瘦。就是那个时候，就是屁股要夹紧。嗯。屁股夹紧，对，屁股夹紧，嗯，然后这里你这里就用力，这里就用力，然后就很 gay bye 走路，还有走台步哦，对，你要走路，然后其实你这个时候说，哎呦，都在运动，就是你的屁股跟肚子都是在练，还有你的腿其实也都在练，然后你就这样走，